你放心吧，母后不会怪你的。纵然皇后娘娘仁慈，不会怪罪于我，也不能让流言蜚语损伤了殿下的英名。毕竟，殿下的伤若是康复了，陛下一定会催促殿下启程去南京的。知道的还不少啊。我是全心全意为殿下忧虑。殿下生气了？那好吧。阿金，传话下去，殿下今夜要留宿。是。站住。太子嫔，好好沐浴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殿下，您要想见太子嫔的话，奴婢去请便是了，何必跑一趟呢？他从来不对我说真话。殿下，那是曹才人，他应该是没看到殿下，如果看到的话，早就巴巴来请安了。走吧。洛阳红真好看。不，还是太子嫔画的好，富丽雅致，纤毫毕现，堪称妙嫔也。这叶子颜色太艳，整幅画反倒显得过于甜俗了。都怪你多嘴，非要坚持用这个颜色，反倒毁了一幅好画。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殿下明明就站在这儿，他们却装看不到。看看，吴才人，别！吴才人，我叫你别！您瞧见了吗？自打太子嫔入了东宫，他们整日都去他店里。丝竹弹唱，女工作画，吵吵闹闹的，哪还有半点规矩？您瞧，正暗暗较着劲呢。你不也围着他转吗？我就是想瞧瞧他们能做出什么不守规矩的事儿吗？殿下，你管管他们才是。殿下。主子。殿下似乎恼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恼了才好，殿下厌恶什么，他非顶着来。带殿下回去，好好的生吃他一顿。Thank you.
电台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进来。亲手将它送给你，今生今世不许再退还给我。我不知道你对我真心几何，但我对你的真心从无半点虚假。我不指望你能用同等的心来回报，但我希望有朝一日你能与我坦诚相待。殿下，现有一事就需你知晓。你需要我相助？是我在帮助您。殿下，殿下。殿下，进来。殿下，刚接到急报，南京又发地震，陛下急召大臣商议。走，去乾清宫。可您的伤……不要紧。殿下，快去吧。紫衿。你说的事，我会吩咐下去，你放心去做。嗯，走。殿下这一去，晚上是回不来了，您也早些安置吧。谢祝皇后心情舒泰，春晖永在。好，婢妾恭祝皇后日月生辉，福寿长。好，婢妾祝愿皇后娘娘身体安康，后福无疆。母后，先前太子嫔因为您准备了牡丹图作为寿礼，都怪妙贤这丫头非吵着要看，竟不慎损坏了。妙贤，还不向皇后娘娘与太子嫔赔罪。皇后娘娘，牡丹图是太子嫔的心血，一切皆是我的不是，若您要罚，罚我便是了。皇后娘娘可不能饶了这个死丫头，一定要让她自罚三杯。不过嘛，寿礼之上出了差错，也不能空手而来。听说太子嫔擅长乐曲，不妨献上一曲以表孝心。去吧。是。
是花二乔，分明是银粉金灵才对。琼园内今年哪还有银粉金灵，一定是花二乔。祭访张约斋做牡丹会，所欧者皆是牡丹名词，不如咱们往诗里去寻寻。母后最心爱牡丹，可惜牡丹娇心，我非心留着寿辰当日，亦不过这寥寥数盆应应景罢了。倒是太子嫔心思灵巧，这才是他真正要献的寿礼。太子嫔真是好小气，寿礼竟藏至今日，早知你如此精心筹备，我何苦内疚至今日呢？我先前已吩咐，莫为寿辰兴师动众，遑论是动用了教坊司的武技。皇后娘娘，婢妾哪敢自作主张，是太子殿下远赴南京无法当面贺寿，才命我等恭敬贺礼。皇后娘娘，却是太子吩咐教坊司筹备牡丹会，恭祝皇后娘娘凤体康泰，福泽绵长。太子惦记着皇后娘娘寿辰，不远千里也要尽孝，这一片赤诚之心着实难得，还望皇后娘娘切莫错怪了他们。赏，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那几人也是罪臣女眷，因资质出众，至今未被放归。皇帝已赦了他们，礼部竟如此敷衍，你亲自去核实。再有这种阳奉阴违的事，必定从严惩治。是。紫衿，你说的事我会吩咐下去，你放心去做。贵妃请我来，所谓何事呀？你们下去。请皇后娘娘恕罪。你这是何意？婢妾年少无知，莽撞无礼，多次冒犯娘娘，还请娘娘宽恕。郭贵妃，您快请起。娘娘，婢妾日夜愧思，悔恨不已，只要能够得到娘娘的宽恕，婢妾愿意从此以后进闭宫门，终日为娘娘祈福。何至于此？娘娘，我知道我罪孽深重，不敢奢望得到娘娘的宽恕。昨日陛下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一定要为以前的僭越向您请罪。娘娘，求求您宽恕我吧。还不快扶你家主子起来。皇后娘娘，您胸怀宽广，不以过去之罪加以责罚。今日是您的寿辰，婢妾愿以清酒一杯，恭祝娘娘千秋之喜。娘娘，婢妾先饮为敬。恭祝娘娘千秋之喜。
可恼，可恼！陛下，陛下为何盛怒而来呀？那个该死的李时勉，竟敢当众辱朕，真是气煞我也。这不过是一杯酒，他也是好意，你又想多。哎，陛下，陛下！是锦衣卫啊。